哦，用我的 LINE 就可以哦，WiFi 就不能。Long time no see，好吗？最近好吗？哎，很卡对吗？可以唱歌吗？我不会唱歌，虽然我很会说话。哎，有很卡吗？请问有没有很卡？来波士顿，不要，不去波士顿，我看要等几个小时，我才不要，而且我很肥了哎，我不要吃哎，飞机杯我来了，你今天打飞机了吗？你有用飞机杯吗？唱歌啊，我不会唱歌，我只会说话啊。有很卡吗？有人可以回答我吗？你的王力宏嘞，加进来，等一下咯，因为我很久没有 follow 他，因为我上个星期我去旅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他的 video，超多人 share 他的 video，他最近最红了。可以打给我朋友吗？他想念你，0164533652。OK，有谁得空啊？可以去打电话给他，他很想念你们哦。小妹人搞笑，赖天平，Hello，你要 live chat 吗？你要 live chat，我就拉你进来讲一下话，反正我是没看过你的样子。赖天平，要吗？你要我就拉你来讲一下话，肯定卡。怎么样？吃饱了吗？吃晚餐了吗？潇洒不？王力宏最近很红，哎呀，他最红了啦！说话，smooth，OK，OK。姐姐，你好美哦，哦，谢谢你，谢谢。好久没有 live 了咯，有没有想念我啊？哎，等一下，电脑有事，等一下，OK，可以咯。哦，我跟你讲，我现在肚子很饿哎，可是我不敢吃东西，因为吼，我很肥呀、啊，从 Finland 回来哦，一直吃，吃到我很肥啊，因为在那边哦，每天吃卤的肉啦，然后吃牛肉、牛排啦，一大堆哦，就是没有中餐，没有肉骨茶，没有印度米，没有 Maggi 面吃。我跟你讲，我回来一直吃，肥到不会讲哎。800块大胸没来，这么我一 live 就很多人讲他了，很好笑哎，这么一直要讲他，我跟他不是一拍的嘞，我是很看重爱情的，OK，我的另外一半一定是要爱我的。Eric，哦，你又出现了，Hello，对，我又出现了。妈妈，咪咪，哦，好大了，姐姐，不，你 up 什么？你是说我胸部很大是吗？
当然啦，那么肥现在就快要50 kg 了诶。Finland cold 吗？Feel automatic. Eat more, the is normal. 嗯，然后回来就变很肥，裤子全部很窄哦，big check 哦，整个人肥才可爱，肥可爱，对，可怜没人爱耶。问你一个问题，Finland 这样冷，人家讲会冻伤奶头，嗯，不会啦，我的还很健美，说 OK 啦，是不是没有听过有冻伤什么奶头啦？什么头我就不知道啦，OK？我有很可爱的肚腩哦，来看一下，来 PM 我看一下，那个人什么电话号码？什么人？你找 lawyer 啊？找一次穿保守点如何？我现在很保守吗？我又没有露点，又没有露什么，我现在 OK 吗？只是露一点沟，我的沟还要自己刨出来的吗？又不是我什么的，又不是我讲，哦，他一定要拉出来，没有吗？他自己要跑出来，我能怎样哦？你没有去找王力宏直播？没有哦，全部这样想念他了咩？等下我拉他来 live chat 啊，然后啊，就很多人靠北靠不，哎，有他在我就不要看你直播啦什么，然后啊，他没有在啊，就一大堆人讲拉王力宏拉王力宏，然后嘞，他有在，就一大堆人讲我不想看到他，我不想理他，我不要再看到他了，我不明白咯，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怎样咯。样子看起来好累，哎，我每天都看起来很累的，每一天都很累，因为我半夜才睡觉，我半夜才睡觉，而且我今天哦，我11点早上我就起来了，11点我就起来了，因为平时我是2、3点起来的，然后今天特别早，11点起来就是煮东西给自己吃，煮菜、煮豆腐，还不错啦，没想到我还会煮菜给自己吃，还会煲饭，还不错。人家就是喜欢看，你是说喜欢看什么？看 lawyer 啊？OK，你们喜欢看，然后我拉他来了，然后你们就靠北靠屋，这样就不好。然后这不是，总之他来了，你们就什么啦？你们就跟我讲了，我就拉他咯。我是没有看到他 online 啦，现在，所以我就不知道。不要拉假王力宏，看到都堵了，那，你看又有。要的和不要的，你要我怎样？我很难的嘞，我难为情的嘞，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听说他现在找老婆，起了起到800块零用钱了，不是？可是他的 Wills 还是没有换，还是给 Wills 对吗？跟我讲，我煮给你吃，我不要啦，我自己煮嘛，自己煮才有那个味道的呗。拉真的王力宏就很多人看，我嘛想王力宏，我不认识跳舞一下嘞，我不会跳舞诶，拍你自己就好了。哎呀，我今天看改不了了，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我的 solo 出去了，所以我就 live 咯，没有东西做嘛。眉毛要细一点更美，眉毛细不了要粗一点。因为我的脸很长，所以如果你再弄细的话，我的脸看起来会更大更长。所以这个 size 的眉毛是对我的脸型来讲是刚刚好的。回来了啊，Edwin，嗯，回来了咯，回来有。差不多4、5天了咯，很爽哎！这边的天气，那边真的太冷了，然后那边又没有太阳了哦，拍的照片全部黑黑了，你们看到都显啊，对不对？全部暗暗的，那边呢，一天只有2个小时是天亮的，after that 就天黑黑，它12点这样天亮，然后2点就天黑，很险的，东西又冷到半死哦，嘿，很累的。New Year, where will you celebrate? I think I will stay at home，因为我觉得 outside 很多人。你的身高几高？我吗？161。
体重吗？48、49了的啦，回来么肥？我本来44公斤吧，我现在肥到48、49。天呐，整得我很伤心，我现在连晚餐都不吃了。真的，我连晚餐我都不敢吃。要王者荣耀吗？我不要啦，我很久没有玩。我最近玩宝哥，最近学玩宝哥，参加比赛赚奖金。这不是烂赌啊，因为我只是玩宝哥罢了，我没有玩其他的。OK，你先可以和你做朋友吗？可以呀，没有问题呀。请问那里几度？我去的时候它的 daytime 还好哎，-8度、7度这样，-10度。然后嘞，就晚上嘞，就-10多20度，哎呦，很冷哦，-10多20度，很冷很冷。然后一直拍不到照片，因为真的太黑了。那边只有2个小时天亮，天亮的时候在巴士上吼，完全什么东西都拍不到，给死我！我朋友今年1月去嘛，哇，他的照片全部美美的咯，我的照片全部黑黑的，靠，给死我！你去那个地方都吃什么的？吃 king crab 哦，那个螃蟹咯，长脚蟹。然后我有吃鹿的肉，不过不喜欢吃，因为它的骚味很重。然后有吃鱼，有吃牛。他们那边煮东西都蛮好吃的。几时要来新加坡走走？新加坡吗？不要了，很闷的，又没有什么东西好吃。不会胖，看上去很正点，很胖了。其实已经胖了很多，你看，肚子哈，我以前的肚子是扁扁的，现在是很肥了。Of course，胸部是大了一点啦，因为肥了嘛。去北海道啦，不要啦，看怎样啦，不想去旅行了啦。我看我明年在家就好了，在家得空就去 shopping 下就好了啦，不要。要是去旅行很累啊，又浪费钱。你几岁？难道我看起来不像21岁吗？你要一个拍照厉害的男朋友吗？很难的啦，男朋友的东西不强求啦。难道对他没有 feel，因为他会拍照赶在一起咩？当然是不要咯，慢慢找啦，又不是等着要我有暂时性的男朋友嘛。所以有没有真正的男朋友是没有关系的啦，找到喜欢就好咯，喜欢就在一起咯，不喜欢不是，不要啦，不要先啦，单身比较好，赚钱重要，OK？You are not fat, chubby, chubby, I look chubby。几时组团当导游带团？我不要哦，当导游带团很可怜，很累的咯。在家做直播，哈哈，坐在家做直播，看不出你胖咯，因为我厉害瘦嘛。第一去一次 Finland 就肥回来了，对，我去一次吧，因为一直吃，一直吃，真的，因为不怎么一直肚子饿，我肚子好像无底洞这样，而且不用紧哦，我回到来的时候哈，我回到马来西亚，哇，我跟你讲。晚上一直吃，我自己煎鸡蛋，然后煮那个印度米，哇，好料！然后嘞又去吃排骨汤，然后嘞又去吃汤圆，然后嘞又一直吃经济饭，吃咖喱盖，我跟你讲超好吃的咖喱拉沙的，我想到都爽啊！就是那几前几天哦，一直吃哈，看现在我，哇，肚子，跑出来了，肥了，现在直接48、49 kg。我本来44公斤爆咯，现在48、49公斤哦，省得我咸哦。你看我现在坐着，好像很辛苦这样，好像你没有感觉？我这样坐着，哇，好像挤到很辛苦，然后肥肉好像跑出来这样，被切哦，真的。所以我今晚没有吃东西，我今晚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没有吃东西。然后我买了一大堆巧克力回来。一大堆，真的很多巧克力，然后又一直吃，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的嘛，然后我就一直吃，总之就是肥了，我不会讲。
所以我只能说这几天呢、啊，晚上不要吃这么多，或者是不要吃，我就会收回去哦。不然我辛苦呢，我晚上睡觉啊，我都有点呼吸不到。我是讲真的，我一超过50公斤啊，我就觉得和我整个人睡觉躺下来睡觉好像很脏，整个人都一直呼吸不到，所以我不可以的，一定要瘦的。我是健身教练，可以 PM 我。不用啦，我在家练一下 yoga，不要吃那么多就可以了的，就会瘦了的。可以啦，很做作，是啦，我很做作的。你看，看我很肥耶，胸部很大耶，够做作了吗？你这样不喜欢，你不是不要看哦？而且我跟你讲，我是男的，兴奋吗？兴奋吗？很做作，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哦。如果你认为那个人很做作，你这么来看哦，又要看又给心要堵了那个人，你不觉得你很浪费精力的咩？而且我真的很做作，我现在哈50公斤了呢，我肥哦，很胖哦，我现在怎样好？你是这种才叫做作，你知道吗？刚才我是讲真的，因为我44公斤，我胖了49公斤，我胖了5公斤，我2个礼拜里面胖了5公斤，这种不是吗？我在靠北，我在投诉吗？有问题吗？现在还做作什么啊？杜兰，OK，我们继续。那是心理障碍，哎，真的5公斤哎，这不是500 gram 哎，现在是5公斤哎，你知道吗？2、3个礼拜肥了5公斤哎，因为一直吃嘛，一直吃，晚上又吃宵夜又吃，所以才会肥的。我是讲真的，不是做作，我是真的肥了，OK？Oh my God！Chloe，赖你走啦，好啦，你走啦，你这么不喜欢，等下我也整，你们打飞机了吗？女孩子可以用整栋棒的。这你又不爽，那个讲我做作啊，色诱人啊，特地这样，录那个身材出来的话，你打飞机了吗？这种叫做作咯，你不喜欢，等下我的表现啊，接下来的表现会越来越弄得越堵然，何苦嘞？是不是？何苦？所以你可以出去啦。你如果真的很讨厌我的话，OK？谢谢你啊，Chloe，来，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弄得那么生气，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么做作的，不好意思啊。Steady，Steady。So what? I gain 15 kg in a month。那是你的事嘛，Lawrence，我接受不到哦，因为我是女生嘛，懂吗？我是女生嘛，所以才不可以咯。有外套吗？什么意思？有没有外套？不明白。就陪你去运动啦，不就好了咯？来啦来啦，来找我运动，来找我运动，因为我真的很肥，然后我又找不到对象去陪我去运动。我的弟弟是很懒惰的人来了，他是可能比我还胖，所以啊，没有完全没有人陪我运动，可怜。火山爆发，我没有啦。我那火山爆发，我是很认同他讲的话。那 Chloe Lai，我是很做作的人来的，完全是很 hell 的女生。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还要进来看我，然后又要那么堵拦我，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不单只做作，我还可以更做作嘞，懂吗？So scared when you angry? No, I'm not angry. 我很好，现在我 OK，更好，更喜欢。Swimming is better, Lawrence Liu。不会咯，因为吼，我不知道怎么我游泳啊，可能方式错，我会游到哦，整个肥肥哦，不是肥肥，是脏脏的哦，那个脚啊，手的那 muscle 变到好像很脏这样啊，好像整个人变得呆呆呆。哦，我就没有什么敢游泳啊，我会游泳的，只是很少会去游泳。美女还是一样可爱，thank you。
找你男朋友去运动啦！我嘛想，我也想找一个会运动的男朋友，可是他嘞一定要有一点肚腩，然后嘞我嘛想找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谁不想？现在问题是人家不要我嘛，懂吗？不要我，我要讲我讲找单身先啦，算了啦，这种东西不强求嘛。我有单身，我有暂时性的男朋友啊嘛，所以床上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对我来讲是没有那种生理需求啊，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压力，因为我有很多不一样种类的东西，所以嘞是暂时性是可以解决到我啦。所以 OK 的，只是少了一些人的关心啊，少了一些人陪我啊，少了一些人陪我拍照，帮我拍照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咯。Very like a actor，哦，OK，actor 啊，哈哈哈。Kevin Lee，美女鸟兄，Thank you，你说话语气好搞笑，哈哈，哈哈哈。你是怎样保养身材的？企鹅啊，企鹅，就是你练 yoga 咯。可是哦，你练 yoga，很多人讲不会瘦，就是看你练哪一种类。我练的嘞是否瘦身的，就是拉筋拉到很够力那种，是否瘦身？然后我是以前我讲瘦下来是，我每一天都练的，几乎2个小时一天。我练 yoga，得说我瘦下来啊，现在没有啦，现在很懒惰，所以现在就是靠没有吃东西啦，晚上不要吃东西呀、啊，一两个礼拜就会瘦回去了，就是这样。找姜律师做你男朋友啊？不要啦，等下我去旅行还要靠呗。等下啊，我出去跟朋友喝茶又靠呗，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啦。然后哦，就丢一个800块给我，给我加两 wells，然后嘞就讲，你不用爱我的，这样子，他就证明他也不爱我咯，这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嘞？对不对？还要我煮饭给他吃，等下还要帮他顾他的狗，不敢不敢，做朋友可以，没有问题，做朋友 OK 的，他很烦你的，他的人很 Q 这样。今天很像泰国妹，会嘞？泰国妹美的哦。喜欢看你说话，谢谢你。云顶半山的事只是，那是真的，我只能讲那是真的。虽然过了3年多，差不多4年，可是那是真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提了。OK，那件事对我来讲很伤害很大哦。所以你要认为我是要爆红啊，然后做这样子的事情，还是什么？我只能跟你说，过了那么多年，我也只能跟你说那件事情是真的。OK。还好你会想不选王力宏，不然就替你担心了。怎么可能一个月800块爆嘞？我要去旅行，什么都好，去 shopping 都好，或者是买一个香水都好，都不够买了咯。这样哪里可以？不能呐、啊！你可以做我老婆吗？当然是不可以啦，上不识擦的，是不是？你 holiday 回来了，Kenny 去，回来了，还是马来西亚最爽的，很多东西吃，真的很多东西吃，然后天气又很好，保持着30度、30处度，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而且啊，这边的东西很便宜呢，真的很便宜耶，他的经济饭什么才5、6块钱，那边都吃不了那么多。你是华人吗？我现在是讲的华语耶。所以我不是华人咩？泰国很多做鸡的哦，OK 啦，你要认为我做鸡，我有什么话讲呢？对不对？泰国也有很多成功人士，泰国也有很多靓女的嘛，是吗？不一样的嘛，看你怎样看这个世界喏。女神你好，你好。怎么样？我那么久没有直播，你们都没有讲想念我的。你几年的？这么这样大的，这样子看起来很大咩？我21岁吧，喂。笑死我！
回来第一次想吃什么，Jeff？我回来我吃经济饭，因为我很喜欢吃经济饭。经济饭哦，那个菜有咖喱盖咯，一定要有咖喱盖，有豆腐，这两样东西是一定要有的。因为讲讲啊，因为又便宜嘛，它又便宜，然后又好吃，又很大份。我的经济饭是特别大份的，因为我喜欢吃，很喜欢吃饭，真的，马来西亚做的东西都很好吃。好吃过外国多多少，超级想念你的喽！谢谢啊，谢谢。I come here to see you. Thank you. 好幽默哦。是咯，我是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幽默。今天不宣传飞机杯吗？你要吗？可以啊，如果你要的话，不过我怕人家闷了嘛。你是用左手打飞机还是右手打飞机的？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我们的3分钟杯呀？保证你在3分钟里面就可以处了哦！笑死我！有 at least 28 year。OK，我不知道，我只能讲我21岁，好做作哦，叫我的名字，Anderson Liu，我不会念了，sorry，我不会念你的名字，拍谁啊？不好意思啊，这样是啦，外国的食物你们好难吃得惯的，不吃嘞，我是觉得，我还是喜欢吃。吃马来西亚的东西啦，我是觉得啦。啊，你看马来西亚有沙爹，外国没有沙爹。你看马来西亚有咖喱拉萨，他们的咖喱也不好吃，所以看哪个不一样呢？可是他们那边煮鱼嘞，真的煮得很好吃。我们华人煮鱼嘞，就可能只有清蒸啊，还是什么，就不一样咯。不过我讲讲，我是喜欢马来西亚的食物，真的很好吃。好吃很多，还有我们连续有点心呢。哦，讲到点心，我明天想要去吃点心，因为我真的很想念呢。我很久很久没有吃点心了咯，超想念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你们可以问我飞机杯的东西也可以呀。你们要问我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呀。你们要问我要不要跟你们出去也可以呀。不过我的答案一定是 no，我不敢跟陌生人出去。外国都有，就是不好吃而已。我是这样觉得啦。他们煮到不是很好吃，因为他们毕竟是西餐的嘛，西餐厉害煮。帝王蟹好吃吗？好吃，跟北海道的完全没有的比，真的完全没有的比，真的很好吃，很甜，而且他们是马上是从海底里面抓上来，然后就汤马上杀了，然后马上去拿烧水来煮。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哦，真的好好吃，真的，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真的很好吃，很香甜多汁哦，而且很粗壮，很大条哦。我是说它的腿啦，很大条，很长哦，看了都爽啊，真的看了肚子马上饿。你的华语名字，我华语名字吗？你叫我彤彤就好了，彤，儿童的彤，彤彤就好了，OK。其实我很多人叫我，我觉得人家叫我嘎滴大比较好咯，嘎滴大或是烟呐比较好，不要叫我东啦。除了那个嘴巴，还有什么其他款式飞机杯吗？有，我最好卖的是3分钟杯。为什么叫3分钟杯嘞？3分钟杯嘞，它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还有一种吸着的感觉，让你3分钟里面就射了。所以让当你赶时间的时候，然后你弟弟又想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3分钟杯，
保证可以让你三分钟里面就爆发了，然后就快洗干净抹干，放回进杯杯里面，就去做工，就去做你的事情。所以三分钟杯是我最推荐的，因为它真的很好用，我卖了很多很多千个哦，所以真的很多顾客都讲很好用三分钟杯。我有一个顾客哈，他不做什么的，他一个月里面啊，哎没有没有没有，他两三个月里面哈，他就会要换一个三分钟杯，两三个月他就换一个三分钟杯。我不知道他是屌爆了啊，还是他是觉得很肮脏啊，还是弄坏了啊，还是拿来送人，我不知道。But, 他就是一直持续的买同一款的三分钟杯，所以真的很好用，而且很用很久的，不像你们啊，找人交一次要几百块，然后就是爽一个晚上一次罢了。那个不会的，那个你至少啊，一个星期三次，一个星期三次啊，你可以用六个月到九个月，把你爽爽又省钱哦。真的，你们相信我，不要再用你的手了，不要再用你的手了 ，Ben。不要再用手了，手是来吃饭的，手是来开门关门的，手是拿来做东西打字打多大的 ，OK， 不是给你拿来打飞机的，请用飞机杯哦 ，OK。三分钟太侮辱人了，没有没有，是那个杯很神奇罢了，不是因为你早泄啊，还是无能，你自己用手打，你也是打到一个小时才出的啦，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用三分钟杯这样子打咧，三分钟里面你就会出，但你用手打的话咧，你是一两个小时的啦，没有 feel 的，你看手硬硬的，没有感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只有用三分钟杯 ，when 你赶时间的时候，然后你弟弟会突然间想要的吗？你知道你半夜起来的时候发了什么梦，然后你早上想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你又很赶时间，你就可以用三分钟杯哦。我几乎很多个顾客都一直 repeat 买同一款杯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我是讲真的，如果你用了三分钟杯 ，after that 你再 try 用手一样的那个时间，不会讲，用了三分钟以后你做什么都是三分钟就出了，不是这样的。以后你用手啊，它也是一样很久的，因为你用手都没有 feel 的。然后呢，你要幻想，你用手你要幻想 ，OK， 你用三分钟杯是不需要的啦，你不用幻想。都还来不及幻想，你都拜拜了咯 ，OK。然后呢，你正常的 make love 都是一样的，不会长三分钟就拜拜了的。At least 你可以耐五分钟 ，At least 你可以耐十分钟这样啦。你不要跟我讲你可以耐一个小时啦，你吃歪锅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三分钟杯啊，其他飞机杯是绝对不会弄到你早泄啊，还是什么的。你讲早泄，难道你用手打飞机不会弄你早泄咩？一样的东西，外用的东西是不会弄到你早泄，只有吃进肚子里面的东西才会弄到你早泄啊，还是衰老没有做运动啊？明白吗？明白没有？飞机杯是没有副作用的，所以不要再用手打飞机了。OK， 明白吗？多少钱的？很便宜的，有百多块，有两百块，有四百块，看你要自己用手大力快一点，慢一点，自己 control， 还是你喜欢这样，手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有一个自动的给你啊，那个也是有，不过那个比较贵一点啦，那个是你完全不用用手的。不过我是建议 for beginner， 就是。for 初学者，就是先用手动的先 ，at least 你知道那个感觉先，然后你才 upgrade， 再 upgrade， 再自己啊买那个比较贵的全自动的，那个你要调快慢都可以的 ，OK 没有问题的。你们有什么事情直接微信我，有没有我的微信？没有微信不用紧，我现在写一个微信出来 ，OK。你们直接微信我，你们不要 WeChat 我啊，因为哦，你 WeChat 我，哎，没，你看我讲错，我没吃东西，我的意思是讲，你们有什么事情直接微信我 ，OK， 不要 PM 我 ，Facebook PM 我很慢回复的，因为很好笑了 ，Facebook 不知道他做什么的，每天弄到人家一大堆人看不到的，各地的 WeChat 777 OK。你看 lag 的，等一下啊。
OK, pin comment 已经弄了，明白了，但是不是真实的，还是有个女朋友比较好。Hello，不是每一个人啊，可以像你这样啊，马上可以找到女朋友了。就像我这样，我想要有一个男朋友，可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男朋友，你明白吗？因为以前受过伤害，所以就不是很愿意相信，因为怕被骗，懂吗？所以啊，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容易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半，不是每一个，OK，不是每一个哇，他弟弟等到他找到女朋友，这样不是贼到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弟啊，就是讲男人啊，通常一个星期就是要喷发3次，他才会顺的，不然的话啊，他的脾气会变得很暴躁。那个我就不知道你了咯，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打飞机啦，我是不会相信你的，真的我是不会相信你的。我微信加你了，你为什么要加我黑名单哦？我没有加过你黑名单呢、啊，除非你是一直你收弟弟啊，还是一直 disturb 我，写那无关要紧的东西，可能我就会 block 啊，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 block 你？不可能的嘛，我都做生意的，做生意怎么可能乱乱 block 人呢？对吗？你再试一下看，你直接问啊，询问飞机杯就好了，我就 send 其他种类给你看，OK？想知道你用什么护肤品？啊，我嘞有。我嘞，我有用几种。我现在用的是辣妹，就是那个，辣妹 LAMER 那一个 product，我是觉得很好用啦，只是会比较贵一点，可是真的很有效。那种皱纹啊什么，它不是讲马上消失啦，at least 因为我皮肤很干的嘛，用了它就会比较滋润哦。你要那种消失皱纹啊，是比较难呐、啊。只有那种是要靠你睡觉啊，不要熬夜啊，那种很难呐、啊，每天都很迟才睡觉的。然后我又没化妆，因为我卸妆不敢见人，因为我怕给人家看到啊，然后更加惨，更加没有男人要我，所以呢，我就没化妆了，不敢素颜。我一个星期一次没有爆炸哦，OK，乖乖乖，可以啦，证明你很老实。好过那种讲我不要，我不要，我一就找女朋友，二嘞我就不要打飞机，我就等等到你找到女朋友啊，你弟弟都解了咯，你的脾气整个暴躁到不会讲了咯，那个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你就适量的喷发，适量的放松，你才可以很舒服、很顺顺的去做你的事情，OK。不用减肥，keep your body shape，it is perfect。No，我觉得我要瘦一点点，因为我现在睡觉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呼吸不到的感觉，所以我不能。FB 那么多标场，为什么不拿你的飞机杯标？因为我没有要批出去嘛，我只是我自己卖不了，我没有给人家卖的，所以我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东西自己做就好了嘛，这么要给别人做，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做几大啊，还是什么找代理啊，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自己做自己卖就好了，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就 OK 了，明白吗？你23岁吗？看起来不像吗？是不是21岁嘞？很热哦，我去开一下冷气，你等我1分钟，OK？你看啊，我没有吃东西啊，整个人哦，一下子哦，我的battery 就供了，就整个没有 battery，这样很累，很闷，不知道讲什么这样。Price for one，看你的 budget 啦，100多块到400块之间，看你自己的 budget 啦，都 OK 的，反正都可以用很久，所以是绝对值得的哦。再说不好看了，现在最美。你们都很会安慰我嘞，弄得我很开心。我没有啦，我只是想瘦多1、2公斤就好了，保持着46、45公斤就 OK。因为现在真的是有点过肥了，因为我一直吃一直吃，我现在是48、49公斤，所以我只想瘦多1、2公斤，就45、46就 OK，就 perfect 了的。来吃我吧，我家都有2只狗哎，我要的汤了，还来吃先哦，还吃你。
拿黄瓜和飞机杯来示范一下，不能示范啊，等下我拿出来哈，等下我会被 Facebook ban 的，所以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我只能用讲话啊。然后你们有什么啊，你们就直接微信我，微信我已经留言在下面了，你们可以看的 ，OK？ 什么是飞机杯？好，我觉得你的腰好像只有十多寸，冤枉，我的腰很肥嘞，你看，现在肥有很多啊。你看一坐下来啊，哇，那个油跑出来，冤枉啊！醒到我就 back take 了。不要讲了，我们不要讲了。等下我们讲我很做作，讲我是瘦的明明啊，然后就讲我这么假装很肥啊，等人家安慰我。其实不是的，他们不知道我之前是44公斤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认为我很做作。飞机枪有吗？什么飞机枪啊？不知道你讲什么哎、欸。在这里聊打游戏是什么鬼？我没有聊打游戏啊，我在聊打飞机啊，不是打游戏耶，不一样的 ，OK？ 你有穿底裤吗？你觉得嘞？没有穿底裤咩？看起来像没有穿咩？微信加你了哟。哦，其实你们也不用特地加我啦，你们是想要问产品。可以直接什么？可以直接就微信我的，因为我是不用加我就可以跟我讲话了的，所以放心 ，OK。飞机杯是这样子的，飞机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OK。怎么你们没有问题问我了咩？所谓的前凸后翘，我还没有到啦，我屁股很扁的嘞，还前凸后翘嘞。Kenny Chi 为什么不回答我呢？我不明白你讲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你再问我一次看。女生真可爱，谢谢，我也是觉得我很可爱呢。你身上衣服哪里买？我要买一件 JJ。我忘记了嘞，好像是 H&M 嘛，随便去买啦，那种 Zara 全部一大堆的啦， Zara Cotton On 啊，应该都很多的嘛，便宜不了嘛，我看才10多20块罢了，很容易就买到了的。CEO AD 要追你可以吗？可以呀，你追我就跑咯。OK， 我不要讲了，笑话了，不要讲了。你讲话很幽默一下，是潮州人吗？怎么你会知道的？我是潮州人呢，而且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是潮州人，而且我一句潮州话不会讲。几时换发型的？我哪里换发型？我的头发是一样那么长的、啊，你看，还是一样到这边，还是很长的。我不敢剪短头发啦，我怕它变得很丑。你去哪里潜水？这样久没有出来，没有啦。我之前比较忙，我之前哦一直去学玩博哥，因为我想要一直参加比赛哈，可以领奖金嘛。谁不想有钱啫？就赢些奖金，而且他们是用美金的嘞。你想想啊，如果你一天赢200块美金啊，你就乘四来讲啦。都800块了咯，不要讲你一天啊，你一个月你2次200块啊，你都1000多块了咯，你的车都可以免费供了，你知道吗？所以 OK 啦，因为博哥是靠技术的嘛，博哥不是讲完全100%看你的 luck， 不是100%靠你的幸运，你的什么、啊、你自己的运气，不是的，也要靠一下你会不会骗人啊，靠一下你会不会戳人家出钱呐、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值得的，值得学习一下。David， 没有心情，为什么没有心情啊？什么事情啊？去芬兰有看到圣诞老人吗？有啊有啊，我还有 post 在我的 profile 吗？我有跟 Santa Claus 拍照，我有跟他拍照。老板娘，我在飙嘞，飙什么？不明白。今天有没有打多大？我没有打多大很久了咯，我现在有在玩博哥，所以我没有打多大很久了，很久很久，我里面的 item 都卖到七七八八了，都卖了几千块了。
哟，飞来回来了哦，早就回来了咯，回来了几天了咯，还是这边爽，这边天气 perfect，不用出去，又包着一个大衣，什么都不用，超爽了。你放半粒就赢了，我没有特地要放的，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嘛，都不关我的事情，他太大了的话跑出来，我不想动，哈哈哈。还有什么问题吗？你看我跟你们讲讲笑话哦。我又很想煮 Maggi 面吃，不过我会控制我自己。今天我一定要，一定不可以吃东西。然后等我下次我就去卸妆睡觉。然后看一下明天有没有瘦一点点，不然我这裤子哈，本来没有这么紧的，现在很紧啊！唉，我要被请，都看不到我标啦。陈爱玲，我不明白你写什么什么标啊，我不知道你讲什么。Derek Wu，请问你的波是真的吗？你可不可以一直问嘛？从刚才就一直问，我已经 skip 了你的问题啊！你可以 automate 一点，可以自动一点 stop 吧？都不要，我就摆到明是不想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你还一直问你的波是真的吗？你的波是真的吗？就是跟你讲是假的，真的，然后你又怎样？你会怎么样？你知道这个答案了，你又怎样？哇，一直问，你这样记着的咩？我老诶，人家不要问了啊！你问了5次，可能我第一次我没有看到，第二次没有看到，第三次没有看到，这你连续 spam 了我5、6次就 stop 了咯。你一直 spam 了我几十次哦，好心哦，人家都不肯回答你，stop 啦，不要问了，stop 了，就证明人家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嘛，你明白吗？哎呦，顾虑哦，跟你讲假的，真的，然后你会怎样？你又动不到，你只能看到不了嘛，对不对？嗯。Can eat oat？哦，麦片，麦片我不能，我不能吃，因为我吃了我胃会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生气，我没有生气啦，我讲话是比较戏剧化一点，比较多表情一点。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也是不是骂他，我是只是讲而已，我只是给他知道。问了1次、2次、3次、4次、5次，问了10次就好 stop 了。人家如果没有回答你的问题，OK，就证明人家不想回答你，所以你就不要一直问。要学会做人嘛，就是这样罢了啦。我没有生气，我还很好呢，我没有生气。会很烦的，你讲我很烦吗？还是你讲很烦？OK。美女，这下次再这样的人拉直接拉他上直播，OK，good idea。下次我就直接拉他上直播，然后问他怎么，你到底要知道来做什么？为什么？OK，下次我就问。那你们进来再问，再问一点，我就看看他还有没有再出现，再出现我就拉他，OK，我就拉他在直播，然后我就问他，作文多了，是诶，不要讲了啦，每天熬夜，是哦，伤心诶。生气也很可爱，我没有生气呢，我真的没有生气，我真的只是讲解，而且我的表情是比较戏剧化吧，比较浮夸一点，其实我 OK 了。有歌听吗？好想听你唱歌，很明显我是不会唱歌咯，听我声音就是阿瓜这样，怎么可能呢？会好听，我怕吓死你们了，吓走你们。YK Wong，我是说那个人呐、啊。OK。看你讲话真可爱 ，Thank you. You are so pretty, hot and so cute. Thank you. 男人一个星期几次，女人也是吗？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女人可能一个月她只需要2、3次，或者是2个月她只需要一次，那个是看女人。反正很多人都讲女人是多变的啦，女人呢下一秒这一秒开心，下一秒就不开心，所以女人是要看她自己的心情。女人可以心情不好，可以完全不会去想这回事，可是男人不一样，男人的精子满了嘞，他就会想要，
他就是想要，他想要呢，他的头脑就想不到其他的东西，他就是想尽量把它除掉。所以男人他有造精子嘛，他的蛋蛋啊那边啊，他可以还有制造那个精子的嘛。When 你制造了又制造啊，他不会 stop 的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会 stop 的嘛，他就会满了咯，满了你就会被 check 啊，你明白吗？就像你 ，OK， 我打一个比如，就像你大便这样，你。忍着你不大便哦，你就一直吃东西，你肚子就越来越脏哈，然后你又不肯大便哦，然后你不是会 big check 咯，你不是会盲肠咯，因为你不要大便嘛，然后你肚子就越来越脏，一样的道理来的，你的蛋蛋啊制造那个精子啊，它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满了啊，你又不要处哦，你就讲我很神圣的，我很清高哦，我没有打飞机的。他不是会越来越 big check 咯，然后你的人生不是会越来越不顺哦，所以我是建议你 at least 一个星期你都要做一次，或者是你要自己去打飞机一次，记得不要用手哦，不要用手， no no 不可以用手，请用飞机杯哦， OK 飞机杯是很舒服的哦，可以让你感受那个180斤的真实感哦 ，OK， 可以给你感受到口交的感觉哦。所以嘞，你们要买飞机杯，直接微信我 ，OK， 直接 WeChat 我。没有我的 WeChat， 我已经留言在下面，你们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留言，直接看可以看到那个 WeChat，OK、okay?。女生呢，我也有卖啊，就是女生需要的话，如果她没有男朋友的话，他想尝试的话是 OK 的啊，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我那些产品比你们男生的还要有用，因为你们男生的都不会整动的，只是会进出前后而已，可是呢我们的整动棒棒呢是会有整动的，而且呢是有7种不一样的整动功能哦，整动的模式，所以你们男生对我来讲是床上的东西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啦，是没有关系。所以我建议情侣之间也可以买来用一用啊，增加彼此之间的情趣是很好的，真的。OK， 你不相信你就买一只回去给你的 girlfriend 试一下，他就会觉得哦，我的男朋友的是多么没有用的，他只会前后进出吧。OK。那个整动棒棒呢，或者是跳蛋呢，它会有整动，是很爽的。整动呢，对女生来讲是特别敏感的，相信我，我是专业的哈。好了，我们继续聊天啦。你会讲哦，我当然会讲啦，我做 sales 一流的，不过是懒惰吧咩。好用吗？好用，我只能跟你讲好用，肯定比男生来的好用，真的。以后打算怎样发展啊？ Good question，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先做着网卖先，然后呢，打工呢，我是肯定是不要的啦。然后呢，再看看怎么样咯。我最近学着播歌，可能靠播歌为生呢，可能我很厉害了嘞，可以参加一次去初级比赛嘞，很难讲的。播歌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而且当你胜利了第一名的那个时候呢，哇，那种感觉是超爽的。我赢过一次第一名$800，哇，虽然钱不是很多啦，可是很爽，那种感觉很爽。我很喜欢去挑战这种比赛的那种快感，我觉得还不错啦。所以你们有兴趣玩博哥，你们也是可以微信我。你们要玩免费的也是有，你们要玩进钱的也是有，你们自己喜欢都有的。就是你免费的 ，of course， 你的奖金是很少罢了啦。但如果你进钱呢，你的奖金就会大一点哦。这个 depends 你自己啦。你想玩免费玩爽呢，就玩啦，没有问题的，都是免费的。你注册户口也是免费的，不用给钱的 ，OK？ 我也没有 commission 的哈，我没有 commission， 我只是分享给你们知道罢了哈。树上的小鸟被你轰下来了，是呗？好了，我讲少一点啦。往外都这么成功了，接下来不是更可怕？我现在还不算成功呢，我呢是没有自己的团队。往外呢，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团队才算成功，而且你的团队是要有会卖的人，
就是不是懒惰啊，就是你的团队有100个人都没有用的吗？100个人都不会卖，要有10个人就够了。10个人都很会卖了，你就好了咯。可是我没有那个，我懒惰，圈人很懒惰，然后我就全部自己做，所以我没有我自己的团队，这个是我很失败的一个行为，因为我懒惰，所以我就算了咯，不要管他咯。进步行步咯，就是这样，船到桥头自然直咯。新加坡不可以玩咧，新加坡可以玩的咧，新加坡不一样的 website 不了。你微信我，你讲我要新加坡的那个website 来那个 website address， 我会给你的。因为新加坡每个国家不一样的，不过是可以的啦，可以玩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都可以，它是国际的，它是国际的。是的，要用过才会卖咯，哈哈。你是说女生的吗？女生的那种整动棒棒吗？我肯定用过的，我很老实跟你讲，我用过的，因为我需要吗？我需要的话我卖啦，很正常的东西。哇，难道我跟你讲，我没有用过，我没有自己来的，然后我卖整动棒棒，这不 logic 的吗？对吗？这很正常的啦，男生需要的，那女生不需要吗？这看心情啦，是女生没有像男人需要到那么。就是一个星期至少要3次啊，2次这样。女生可能1个月1次、2次，女生可能2个月1次这样，那是看她心情咯。OK， 因为女生不会满的嘛，女生不会满的。你变赌神了，你之前的助理呢？我之前助理还有在啊，有啊，他帮我。助理不是团队，助理是用钱请回来的助理来的，他不是我的团队，也不是我的下线，所以我是没有下线的。在外面看到你可以跟你拍照吗？那要看情况咯。有时候我出去外面打包东西吃啊，我最喜欢去那个 Stacity Mall 的 McDonald 那边打包东西吃。然后那天我刚刚下飞机，然后呢，刚刚下好飞机，没有化妆哦，就穿那个烂烂的拖鞋哈，直接跑去 Stacity Mall 那边打包 McDonald， 然后给人家偷拍哦，丢脸的半死。所以看啊，通常我是有化妆的啦，有化妆是可以拍啊，没有问题啊，只要不要嫌我丑就可以了咯。用的时候要放 KY 没有？用的时候当然是要放 KY 的嘛。你跟女孩子做哈，我跟你讲，你跟女孩子做哈，她没有色色哈，她没有出那个水啊，你也是不能插进去的嘛，也是弄痛你自己，弄痛到那个女生的嘛，你也是要等那个，也是要等她出那个水，或者是你自己放 KY 来做的嘛，一样呢，你用手啊，这样子，你也是不可能干干的嘛，也是要放水也好，放油也好，也是要这样子做的嘛，不然你的皮啊会 kick 到痛死你啊，冤枉。所以 KY 是很正常的，很健康的嘛。KY 又不是讲用了会弄坏你的皮啊，还是用了会坏掉啊，还是早泄都没有啊，这种外用的东西都 OK 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放心，我是专业的，你要相信我哦。走水走火了，爱心多多哦，走水走火，那个 Thomas Wong 没有在的哦，我是没有看好哎，那个黄什么啊？黄小翔吗？我真的是黄小翔 ，Thomas Wong 啊啊！我就没有看好了哦，不然很喜欢讲，我走回流了，我很久没有看好了，他很可爱一下了，小孩子来的 ，use olive oil 啦，那个我不知道啦，那个你自己决定咯。我是觉得有 KY， 这么你要用 olive oil 咧，直接用 KY 就好了嘛，是不是？这么要用到那种油咧？讲到这样爽，讲到这样爽，就要试一下咯，那种吸着的感觉哦。化妆不化妆不重要，你自然美，我绝对没有自然美哦。哎呦，我没有化妆很丑的。我没有化妆的人丑啊，我自己都不敢了，照镜子都吓到我冤枉。Thomas Wong 在吃咖喱饭，嗯 ，Chua DC 为什么他坐牢没？他这么坐牢哦，他做了什么事情哦？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是很久没有看好了。嗨女神 ，Hello， 是叫 Fino 吗？我不会念呢 ，Sorry 哦，没有 educate 的。至于
竟疯传他那个跳舞 remix 的 video 好笑咯，我没有看到哦，可能我没有 follow 他咯，没有看到他呢，快笑死！你笑死吗？可以分享给我看一下吗？他跳舞的那个 video 我想看一下，可能可以学习一下嘞，我很想 copy 人的嘛。深夜福利，有福利吗？我只是陪你聊天而已哦，如果你认为这样也是福利的话就 OK 啦，你开心就好啦。我也不知道耶，错的是哦， OK OK， 听说罢了啦，我是很久没看好啦。刀标鱼，你讲要用刀标鱼打飞机吗？那就去啦，如果你不怕你的弟弟起火的话啦，你用啦，没有关系的，我是不建议啦，我是非常不建议啦。那么辣的东西你敢敢放在你弟弟那么敏感的东西的地方上面来摩擦哦，你放了不用紧，你还要来摩擦哦，冤枉，这样的事情我想得出来哟，想到我就怕，你的弟弟很可怜呢。哈哈哈，每天看着你的你腰底裤坐牢了，不你噏什么，最后一段穿内裤跳舞，我不知道呢。Hello， Hi， Hi， 周末你 Jocelyn 咯？我周末？我做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有 freestyle 吗？没有咩，我没有的呢，我只会尖而已呢。今天人蛮多的。还好啦，我们这种小开的没有到50000的那种 level 的啦，我们只是普通聊天聊天一下降罢了的啦，我们没有爆发性的话题的，我们也没有跟人家吵架，所以我们没有的，我们这种小开是 normal 这样咯，而且今天星期五嘛，很多人应该是在家咯，对不对？你会讲福建话吗？我不会讲，我在巴生，我在 clan 啊，待了10多年了啊，都不会讲哦。听会听一点啊，可是不会讲，可能会讲广东话的关系。因为哦，我觉得会讲广东话的人都不会讲福建话，会讲福建话的人都没有什么会讲广东话。你有肥了吗？有有有，我肥了，肥了4公斤啊。叫我的名 C W Ken， 嗨。过几天你就30对吗 ？Donny Chen， 哪里？对，你看我的样子根本就像21岁呢，那里有30岁。乱讲，你的牙齿变美了。对，我牙齿变美了，只有你发现到我纹身后，因为我去绑牙嘛，我绑牙了后我的牙齿就走进去很多，而且你看下起来美很多咯，我自己看了我都很喜欢，整个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喝茶咯，我不要喝茶，很少去喝茶。去煮麦记了，他卖的飞机杯好像很贵。你在跟谁讲话？我卖的飞机杯很贵吗？你要便宜的也有啊，不过我没有卖爆嘛。你想一下啊，就很像你卖一个 power bank 啊， power bank， 你卖一个，你看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去 Apple 买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去 Harvey Norman 买？ It depends on quality， 是看你要什么 quality 的。你要那种 cheap cheap 的，你不是去路边买了，巴沙马兰都有卖吗？可是有可能会爆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是看你的 quality 的吗？这样你要 cheap 的东西就是比较便宜，没有什么 quality 的东西，你不是去找一些比较便宜 的地方买咯？这样你要有 quality 的，这样你当然是找我买咯，因为我真的是试过了，我找了很多人试过了我的东西我才卖的，而且女生的东西是我自己亲自试过了，我认为它真的很好用我才会去卖的，不然我是不会去卖的。所以我的专业是给你认为哪来就这样卖贵卖贵吗？不是这样的，你要相信我的专业，不好的东西我是不会去卖的。你知道我目前为止我试了多少种飞机杯吗？试很多种，我看有3位数都来了咯，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坚持卖那几样？是因为有很多我都认为它有些太大个了，有些太长了它不方便，有些是
都不美，或者是有些是都不舒服，或者是有些是太软了，它的 rubber 不好用。明白我的意思吗？品质是很重要的。有一天你卖东西卖便宜，可是用了第一天就坏了，然后顾客对你还有信心吗？顾客对你都没有信心了咯，对吗？香港有寄吗？没有哦，香港我没有寄耶。所以你的真的很有 quality？ 对啊，我的真的很有 quality 啊。你不相信你可以买一个去试的啊。如果你有什么投诉可以直接对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在这边跟你拍拍胸口跟你讲，我的东西都是很有 quality 的。飞机杯，飞机杯爆炸就够力了，那个我就不知道啦，因为收发我的是没有试过爆炸啦，怎么可能不会爆炸的啦，我是没有听过飞机杯有爆炸的啦，我的飞机杯啦。今天没品酒吗？今天呢我不知道喝什么诶，我给你们看我的酒很多，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是我的酒，我的酒都不知道喝哪里一支，全部都是 whisky， 除了这一个不是 whisky， 这一个不是 whisky， 这一个呢是在 Finland 买回来的，这个不是，这个是酒，可是是否保健的，这一个呢是whisky 来的，这个是也是在 Finland 买回来的，喝了还 OK 啦，很淡，你看它的酒的颜色比较浅。你看这种 normal 的就是比较深，它的 quality， 所以这种就是和 quality 咯。你买便宜的，这种便宜的，我买便宜包，这个好像百多块马币罢了，就是便宜的 quality 咯。你买贵的，然后这种贵的啊，blue label 啊这种啊，就是贵的 quality 咯。这是要看你自己的嘛。你看我这也是有这一支，这个要看你的嘛，要看你。什么 quality 咯？嗨，我又回来了。就不一样哦，这样。Hello。I'm back。 我要买酒可以吗？你不是去买啦，你去 airport 买，我是那边全部都是我出国回来的时候在 airport 买的，而且我很喜欢在那个Doha 那边转机啊，我很喜欢买蛮多的，然后然后呢台湾的 Royal Salute 是最便宜的，它卖才500多块马币罢了，很便宜。然后我很喜欢在外国买酒买回来，然后呢就偷偷带进来，然后因为他们没有 check 的嘛，他们没有什么 check， 我们每天加加这样买了很多很多支。我也试过一次啊，两个人带六支酒回来，六支，然后呢就加加这样推走了，然后那边的 custom 也没有 check 啊，所以还是很幸运啊，就看你们会不会咯。因为有些人很心虚的嘛，他带了六支哈，那他就很心虚，然后那个 custom 看到就等下人家就 stop 你了，然后他就会叫你啊回来给他 scan。 我们是没有啦，我们很 steady 的，还保持很 stable 这样，然后我们就直接上次试过啊，一次过带六支酒回来，六 liter 的酒，夸张。我有故事，你有酒吗？我有很多酒诶，你有什么故事？你的故事吸不吸引人呢？不吸引人就不要骗我的酒啦。Vodka， 我没有喝 Vodka 了，我是比较喝 Whisky， 我比较喜欢喝 Whisky 罢了，所以 Vodka 那种啊 Brandy 那种没有喝的。我很有华想喜欢听你说莫名其妙，天天播给我听，那你就可以在家播给你听哦。我现在我做不出来了，那个莫名其妙要很有 feel 的时候才可以讲莫名其妙。
只要有飞的时候才可以了。看看你的飞机杯，我不能哦，我 Facebook 不敢哦，不敢放在这边给你看。你要你直接微信我，因为，我给你们看啊，那个 Facebook 很衰的啊，它会什么的，它会 ban 掉我，所以我不敢。我只能用随便讲一下啊，你们有兴趣你们微信我就好喽。OK，又在吹水了。我有吹水咩？我从头到尾都在吹水的呢。Hello，嗨，请问女人深夜喝酒有好处吗？会胖吗？心静，我很少喝酒的，很少很少。不过不会是半夜，会是晚上，通常都是喝一小杯罢了，没有加水，也没有加水的，就是加一个冰罢了。然后呢，不会肥的，whisky 是不会肥的。如果你喝啤酒，你喝汽水就一定会肥。如果你喝 whisky 那种不会肥啦，but of course 你不可以 whisky 走去加 coke 啊，加 sprite 啊，那个你就肯定是肥死了啦。总之汽水喝下去就是很肥的啦。总之你 whisky 那种是不会肥的，啤酒也是不可以，啤酒喝了是肥肥。肥肥，你会怕的咩？你我怕什么？你喝过酒才会有感觉，可以买。啊？等下我看，可以买一支的吗？不能讲什么。我要倒水喝了诶，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1分钟，我要去倒水喝。你有微整过吗？很明显是有咯。我今天喝 orange，而且我超推荐这个牌子，这个 orange 很好喝，它感觉很 pure 的感觉。我很喜欢喝，像飞机上喝的那个 orange juice 这样，喝一点就好，怕肥，喝一点就好。那么你的酒是白美的吗？我酒不是白美啊，我有喝的吗？只是没有每一天都去喝啦，偶尔有喝啦。而且我的 Cello 也是有喝的嘛，我的弟弟也是有喝的。Cheers！好喝啊，很 pure 的感觉。白酒呢？白酒不会肥的，wine 也是不会肥的。你要喝有气的东西才会肥的，你喝有气有甜分的东西才会肥的。白酒不会啦，我是觉得不会啦。红酒也不会，这种会啊，这种会肥。头 本来讲我今天要减肥的，可是我真的是很口渴哎，我就来喝啦，不用紧啊，半杯吧，应该肥不到哪去啊。喜欢看你吃 McD 炸鸡，好啊，明天我再看看情况。如果有我在直播，因为我很喜欢吃炸鸡的，我很喜欢吃咖喱鸡，我很喜欢吃炸鸡，哇！我跟你讲，这种我超都是我的最爱。Cheers，橙 子。这是有糖分的，可以喝 yogurt。yogurt 也是有些有糖分的吗？那种我就没有喝咯。如果是自己做的那种就 OK，我去很多 hotel 啊，还没有自己做啊，哇，我跟你讲超好吃的，原装没有甜味的那种，哇，我很喜欢，Turkey 最出名了。你手上那个肯定肥，你讲这个吗？哎呀，喝一点啦，没有关系啦，算了啦。喝白开水啊。要要要，我要喝白开水。等一下咯，我都贪喝喝了 orange juice，等下我就要喝白开水咯。喜欢你够坦白够直，谢谢你的喜欢，谢谢你，谢谢。
你还不快去找男朋友？不要啦，找了3年多都找不到，可能还没有遇到啦，再看怎样喽。Alex on，炸鸡更容易肥。炸鸡很肥的，所以我通常下午吃，晚上不敢吃。你微信什么名哦？我的微信已经在下面那个留言的下面那边，你可以看到了了。嘎滴大雁777，这个询问飞机杯，这个就是我的微信来的，所以你要你直接加我的微信，直接问我就可以了。你也很可爱，谢谢。以前你不会喝酒的，现在好多酒，请我喝吗？可以啊，你过来咯。成也个新鲜的。Call my name, Jimmy. Hi. 找王力宏，现在都人喜欢王力宏呢。You are so ugly in makeup, so fake. Okay, if you don't like me, you can just block me. Okay, just add me in blacklist. 不用这样子来羞辱人了。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不美呀、啊，我觉得我很美呀、啊。你看我的皮肤极美，白白嫩嫩的，像你这样咩？连头罩都不敢放。还是一样肥，是肥。飞机杯是怎样的？飞机杯，如果你们要看的话，你们直接微信我就可以了，直接微信我。这样找不到男朋友，我不信，我是真的啦，是真的找不到男朋友，因为我真的很少出门，而且我几乎是不跟陌生人出门。几乎我都不跟陌生人出去喝茶啊，还是什么，所以我是很难去接触到外面的朋友，外面的人很少很少很难，所以我很难找到男朋友了。我的世界太小了这边，而且我世界全部都是结婚了。你是耐看，哦，谢谢你哦，美。我也没有女朋友，去找咯。还没有女朋友，就先买飞机杯顶住先咯。What's the drink? This one。你真的蛮美的，有好多人出来安慰我呢，谢谢哈，我开心诶。你找到了，我在这里，Tony Ng，你很好笑哎，你很风趣耶。哪里有人跟你交往那么多对手？问题是我都没有对手，我都没有。哎，讲死你们都不信的啦，算了啊。那腰骨痛，每天要捶这边，每一天都要捶耳边嘛，很累。Good night, David Chan. Good night. 一弄加了你的微信看不到的，你可以直接 message 我的，我是没有 lock 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微信我跟我讲，我要找飞机杯，然后我就会 send 那个飞机杯给你看，不过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嘛，多一下子我才 send 给你看。喂，外国买的就是没有啦，在这边买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是哪里的牌子哎，我看，哦，Australia，澳洲的牌子，可是这边有卖了，我在这边买了，我没有去过澳洲，呵呵，我没有去过澳洲 你是什么星座？我吗？我是天蝎座的，所以我很记仇的，而且，其实啦，我记仇啦。跟报酬不一样嘛，记仇不了嘛，跟报酬不一样的，所以不用这么怕我的。微信你了，Brian 哦，OK，你这么美，一定要找像我肥肥的。哦，是哦，我喜欢，我不是喜欢肥啦，我是喜欢他是瘦的，可是他有一点肚腩，像这样有一点
微凸的肚腩，哎呦，那个我很喜欢的。男生不要有那种 muscle 那种硬硬那种，我就不要。就是 normal 的手臂，像这样 normal 的手臂，然后、哦、肚腩有一点点凸出来的，不要这样大啦，就是有一点点凸出来的。哇，我觉得它很性感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真的。不要，我不要那种大到这样站起来连自己的背背都看不到那种，我就不要。要那种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弟弟啊的那一种程度就 OK 了 怎么说话很像那个王力宏？会咩？他那么搞笑，我们这种小开的。好喝，然后肥。又喝又靠背，真的是夸张哎！肚腩好摸点，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吼，有肚腩的男生呐、啊，可能我有偏见呐、啊，因为我之前呐、啊、有遇过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呐、啊，可能是4、5年前，我有遇过一个练 gym 的人。那时候我还没有讲有特别喜欢有肚腩的男生啊，是练 gym，然后呢，他呢就跟我出来喝茶，那时候我还没有这样封闭我自己，我就愿意跟他出来喝茶，然后呢，他就讲要我去 pub 我就 OK 咯，我就 OK。他是有做 gym 的，然后他认为他是很帅，然后他认为他是很。有身材，还认为每一个女生看到这样身材，她都很自我良好，她都认为她自己很霸男摆这样。OK，it's okay，我不是说全部，我是说我刚好遇到的那一个人。OK，然后呢，不用紧，他呢就怎样讲啊？好像没有钱，然后又要扮到很有钱这样。过后呢，他就跟我一起去。pub 喝酒不是那种老人 pub 啦，里面是那种 like cafe 啊，那种 pub 啊，有唱歌 live band 这样的。然后呢，到最后他就讲，哎呦，那边的 ATM 按不到钱哦，你可以先借我200块嘛。我就 OK 咯，没有关系，反正他都没有钱给嘛，我就给他借他200块咯。我借了他200块哦，然后他第一就是讲。过后啦，就借了200块就还钱了。After that，他就走了，我又回家了。过了第2、第3天，他就跟我聊天嘛，我就 OK 咯。我也没有讲特地去追他啦。But 你是讲你是按不到钱嘛？你是不是应该还回钱给我嘞？他可以当做没一回事哦，他可以完全没有当做一回事，好像没有欠我钱这样哦。我就他真的很孤寒呐、啊，你明白吗？所以在我的 mindset 里面，我认为练 gym 的男生都。很孤寒呢、啊，因为他们很爱他们自己，他们宁愿买那种奶粉给自己，宁愿把自己扮到美美去犒劳，他们都不要把钱，就是分享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嘛、啊。所以给我认为，我不需要你养我，还是不需要你餐餐的付钱，I mean 就是孤寒呐、啊，就是你对你的另外一半是非常的孤寒的那种，他给我感觉就是，哇，你可以。借了我的钱，可以完全没有当做一回事哦。我直接算了哦，直接算了，因为我认为他这个人真的很孤寒呢，好像一个寄生虫这样。我觉得我不把他拔掉哦，他会越来越过分了。我直接我跟他讲啊，我们以后不要联络，我直接 block 他了，因为我真的接受不到咯。他给我感觉就是很爱自己，然后认为女生就应该贴钱给他，然后呢就孤寒咯。对另外一半很孤寒的咯，就不愿意付出的那一种咯。啊，我很讨厌的，我很讨厌男生哦。我不需要你餐餐都请我，我不需要你，就是我要什么你买给我，不需要。But at least 有男生应该有的风度，你一定要有。你没有咯，孤寒的要死，man show 那种 muscle six pack。有什么卵用？你那么孤寒，你的行为有问题啦！你有什么用？我都不明白。我的身材也是很好吗？然后我对你孤寒咩？不是这样的。如果我跟你讲过后，我就
从此以后，只要我看到有 six pack 的话来认识我，就 no no，我就不想给任何人有一个那个机会，所以我就干脆把我的喜欢的类型就是 set 在普通的，就是 simple 的，你不需要练 gym 练到你自己有肌微，完全不需要。我觉得你这样子本来的样子都很好看了，有一点肚腩啊，每天要吃宵夜，炒我煮东西给你吃，我觉得这种就是幸福，每天这种就是很幸福。OK，半夜你要吃就吃，早上你要吃就吃，吃到你自己肚子有点突突，我觉得很舒服，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男生。这种的男生哦，就是给我有一种安全感，给我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很幸福的感觉，所以我绝对接受不到 gym land gym 的男生，真的接受不到，sorry 啦，因为我真的遇到一个奇葩，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这样孤寒了。孤寒到这样子，借了人家的钱可以当做没回事，还有人家讲，哎呦，这 ATM 按不到钱了，才够力啊这一招，那时候都没有到十二点，都没有到十二点，怎么可能按不到钱呢？我老诶，不需要爱你的很给力，我不能了，我在一起就是要爱到轰轰烈烈，不然的话就不要爱，做朋友就可以了。不要讲么？你给我800块，出两 wheels 给我，我自己都可以养自己啦，还要你养我咩？还要讲啊，说我在挤啊，这样哪里可以？不能呢，要那个人心甘情愿煮东西给你吃的嘛，那种才是幸福的嘛，对不对？我才刚吃完宵夜罢了，开心。OK 啦，我是觉得男生应该要吃很多。应该要吃很多，他们很幸福的。他们，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另外一半，他很幸福，他很快乐，他不要因为像我这样痛苦，他肥了一点又不敢吃东西。我希望我另外一半是，他要吃什么我就煮给他吃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肚子饿我就陪他去吃宵夜的那一种感觉就好了咯。平平凡凡的才是最满足的，知道吗？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嗯，对对对对对，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好男友等于好男友哈，对呢。200块出卖人格不值得。好，200块出卖人格，什么200块出卖人格？有人写咩？没有啊、哦。你介意男朋友大你很多年吗？我很介意呀、啊。你是在讲着你自己吗？如果是你自己，我看你头像，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耶，不好意思哦。听你这样说，估计应该有很多有 muscle 有 six pack 有人想打他了。我不知道嘞，我是觉得很孤寒哦。我是觉得他们宁愿爱自己多一点，宁愿爱自己多一点，他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另外一半，我是接受不到啦，老实讲啊，我是这么要这样子，我要他能吃就吃啦，还吃什么鸡胸肉花野菜，就这样子吧哦，鸡胸肉花野菜罢了，你有什么东西给你吃的咯？就你跟他在一起，你不是受苦？那你想吃什么？McDonald's 炸鸡啊？不可以，没有营养的，不能不能。哦，然后你就没有得吃。哦，不要了，这样子不可以了。说、so, 你就厉害，不要骗人啦。我是讲真的，我是讲真的，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的嘛。嗨，你好，美女，Hello，你喜欢怎样的类型？我喜欢的类型是一定要疼我咯，一定要有一点肚腩，绝对不可以练 gym，绝对不可以。你 normal 运动 OK，打篮球什么都可以，跑步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这样，去练 gym 啊，去喝 protein 啊，然后吃鸡胸肉啊。Oh my god，我最讨厌就是鸡胸肉，还要是水煮的鸡胸肉，几蛤蜊，你知道吗？我知道很健康，可是真的很蛤蜊，我真的扛不了咯，我宁愿吃 McDonald 的 I am Goreng。好料，McDonald's spicy I am goreng，然后吃带 and drumstick，哇哦！你喜欢有肚腩的，我喜欢眼睛小的，最好单眼皮、眼睛大的男生，感觉花花。哈，我随便啦、啊，样子怎么样我都 OK 的，最重要就是不可以，身形很重要，我都一看都看身材先，第二我看皮肤。皮肤要干净就可以了啦，不用讲太 handsome 什么 don't care 的啦，就是干净就 OK 了的。
其他东西，嗯，牙齿整不整齐啊？那种没有什么啦。啊，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指甲啊，一定要短啊。不用啊，你这边全部短的，指甲到这边为止，那么长啊，哇，我肯定是不要的。这样的这样子，我肯定是接受不到，因为吼，你这位置这么长，你要做么？你要留鼻子还是留耳朵？我不知道你要留牙齿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剪掉啦，你剪短短啊！你看我也是指甲短短短短哈，你才可以讲讲啊，你才可以，你才可以看到你整个人很斯文、很干净嘛，对不对？我很简单哦，就是要你皮肤干净，然后嘞身材不可以要有 six pack，不可以练 gym 呢，指甲要短，一定要短，就是这样子就 OK 了。你不用去什么弄眉呀、弄鼻子这种不需要的。我不需要你很帅很帅很帅，我只需要你爱我，我只需要你疼我罢了。还有只需要你受得了我的公主病罢了。你完全符合我男友的要求。啊？你是女生吗？我很厉害吃，得空会打包给同事吃，很好啊，证明你没有很自私，也没有很计较，真的很好。不过也不要时常啦，等下你 pocket 全部空空，人家都不会可怜你咯。不过你偶尔打包打包，OK 的吗？我也是很喜欢，分享一下美食啊，那种都 OK。人在一起就是要开心的啦，还要去介意什么800块，介意那个 Will 谁买给谁咩？不用去介意这种的。女生，女王喜欢瘦子吗？我不喜欢。我不是叫他太瘦啦，像那种太瘦太干，没有屁股那种，那种是不能啦。normal 的 size 就可以了。你在路边随便抓一个都有的身形来的，肉肉一点也可以。然后嘞，他瘦可是还有肚腩，有屁股就可以了。男人一定要有屁股的，男人要有屁股很重要，男人不可以没有屁股啦，我是这样觉得啦。我请你吃披萨，哈要吗？嗯，不要，不喜欢吃披萨。今天没有喝些小酒吗？我刚刚喝了 orange juice，还喝酒要咩？我去喝一点，你们等我一下。这发型很美，我也是这样觉得诶，看到我头发很多这样。我 live 多久了哦？OK，就这样，我喝一杯，然后我就关 live，OK，我喝一点，你们给我30秒哦。Hello，我回来了。我今天喝这个 Hennessy，这个虽然不是 whisky 啦，可是在机场看到瓶子很美，就买来收藏一下咯。我喝看看好不好喝啊？这个不是我喝的，喝到这样少不是我喝的，弟弟偷喝的，衰啊！淡淡了，没有很香，还好。因为我就讲话讲话讲到喉咙受伤这样干干这样，喝一点就好，OK？她找男朋友每天都找的啦，找到人家都闲聊啦。我现在喝的是这个啊，我现在喝一下，我分享一下看有什么味道。过来，
你讲话口不对心是不是哦？你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姐？你不过我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哈，你嘞，如果在路边遇到我嘞，是肯定不会看到我跟一个有练 gym 的男生在一起的，这是真的，因为我是不跟练 gym 的男生走出来的。Cheers。OK 啦，normal，那什么，很 normal 啊，很失望啊，这个酒，很差，不要买这个，很差，好像就只是 shake 着这样，你喝下去这样，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还好，你不好喝。你每天都打 Natural Bar，在 Leaderboard 都有维持排名的，有没？你有看到我没？喝多一点，有点少。我们呢，喝酒呢是品酒，我呢不是喝酒，干啊干啊干死他！我是没有这样喝酒的，我是喝酒呢是一边聊天一边喝，我们是在喝出他自己的味道。不就去干死它？得，所以我喝酒，我只加冰，我没有加水，也没有加汽水，什么都没有加，我就只是喝它的味道而已。好喝我讲好喝咯，不好喝我讲不好喝啦。没有讲，去喝干死它，没有这样啊，我们没有这样啊。你喝惯呛的了，这个不呛，这个一点都不呛，一点感觉都没有。Hennessy 真的不好喝，我喝了几支 Hennessy，我觉得很 normal 吧，它的酒量没有 surprise 的那种感觉，其他的都有，其他的都有自己特色的味道，啊，这个没有哎，normal 不了。如果有可乐味道就塞雷了，不是这样的，它嘞，sick 酒哎，这种酒哎。不一样啊，有些哦，你喝了哦，你会感觉诶，有一种 smoke 的味道；有一些你喝了嘞，有一种花香的味道；有一种嘞，你喝了嘞，是有一种木的味道，很多种呢。得说，你们要有时常喝啊，你们就会讲究，你们讲究，你们就会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了。不是讲喝这个，哎，这么没有可乐的味道；喝那个，这么会有 Sprite 的味道。它当然是不可能会有 Sprite 的味道啦，哎，没啥会有一些 smoke 的味道，不然就是 flower 的味道，不然就是 wood 的味道，不一样呢。嘿，你是要加热？懒惰，还要等它加热，我都在 live 之后还讲加热。你的身高多少？我的身高吗？你看起来像多少？你觉得像多少？我在椅子后面看，给你看。你觉得多少？你觉得多少？你猜一下。你猜一下。厉害嘞！什么好酒介绍一下？我觉得有一个日本的 Yamazaki 18年的 whisky，那个好料。我有买两支，一支给我差不多喝完了，一支不打算开，打算收藏起来。那支真的很好喝，我在 Osaka 的机场买，2000块啊一支。然后我在 KLCC 的伊势丹那边看，4888块一支，难怪这样好喝啦。你的迭代应该很多，可以一直直播，应该吧？我没有 care 这种啊，果然是喝酒的人，还好啦，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就有喝咯，就一直倒咯。不然以前我是不会喝，以前我喝嘞是，干呐干呐，喝完呐一定要干呐，你很 low class 的这样，很
很差这样呢，我以前就是这样差的人来的，现在不会了啦，现在当然是有学到一点点了咯。不然呢，你喝醉了，你都不知道喝了什么酒而醉，对吗？所以我们不是要醉的，我们喝酒是要喝它的味道，不是喝给它醉。OK，除非你不开心啊，还是什么啊，那个是你的事情哦，那个我就不知道哦。You like whiskey compared brandy? No，我很少喝 brandy 的，很少，我都是喝 whiskey，是刚好看到这一支，看到这一支，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就想说，瓶子很美，我就试一下，赖知道不好喝。我还是喜欢喝威士忌，170有吧？错了，我没有170那么高，我矮不？工香物，你一定是刚才有听到我讲的，对不对？161cm，对了，我161cm 罢了。你醉了，小姐，好戏，我才喝两口吧？哎，我讲醉哦，喝多一点，越喝越重。这种不会肿啦，这种不会肥呀，OK？刚才喝 orange 就会肥嘞。那些是人出钱，你出面，对咯，以前很傻海的，那种受害这样的，不会的，一直要围要围这样。现在想回去，我觉得自己好傻哦，现在没有啦，现在我都在家，同学聚会什么都。没有喝酒的，都是喝水啊，还是什么？Dear, sleep first. Good night. Good night. 有喝过台湾的高粱吗？我有买一支台湾的高粱，没有喝，还没有喝，我来搜。好像是鸡的哎，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说真的。这只，那时候几年嘛？今年年头买的，今年1月买，在台湾那边买。然后，这是高粱的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没有喝过，因为他们讲这个要在马来西亚这样热的国家喝啦，一定要掺水，不然的话，因为它太够了它的酒精，在冷的天气，你这样喝是 OK 的。但如果你在这样热的天气的国家，你喝会烧坏你的胃，会不好了。所以是我就没有喝了，我就没有开来喝。你看那个 packing 还是包着的，没有什么，没有去开过来喝，我只是来收藏罢了。几年的嘛，不是买鸡哦。喝多点，我跳舞。我不会跳舞的，我只会摇不了。有喝过多吗？自酿没有，我没有喝过。心经可以看日本买的那2瓶酒吗？可以呀、啊。等一下，我给你看，我就放回去。我讲的日本的那一只就是这一个来的，这一只。Yamazaki 18年，这个很难买到，就算你去到日本 Osaka 的 Yamazaki 厂都没有卖。但如果你在 Osaka 的 Airport 那边就有卖，我直接买2只回来，因为这边卖很贵，这边卖4888块，我在 Osaka 机场买2000块一只罢了。这一只。这支很好喝，真的好喝，真的很好喝。然后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哦，Hibiki 哦，Hibiki。可是这个我觉得还好啦，normal 罢了啦，不是讲有几好喝几特别啦。我觉得还好而已。可是如果是这一支真的好喝，这一支真的不错。你看我给喝到七七八八了，另外一支我收着不舍得喝了，因为没有了的嘛，没有出产了的这个。
这个是没有年份的，所以我觉得，还 normal 不了了，不会讲特别好喝，也没有特别的印象。狗年嘛，要喝黑狗咯，喝黑狗会肥耶，我不敢喝。介绍酒，我没有介绍酒啦，有人问吗？有人问我不是随便讲一下咯。Cheers! Whisky， 刚才我讲的 Yamazaki 是 Whisky 的，我现在喝的这个不是 Whisky 的，不好喝， Hennessy 真的不好喝，差。听听你说你是大马妹妹，我是大马人啊，对啊，喝了会有什么反应？喝了什么反应？能有什么反应？我们喝一点点罢了的，我们没有讲喝很多喝很多，没有了，我们最多一天一两杯这样，很少的，所以不会讲喝醉啊还是什么，很少。Hello Desmond， Hi， 你真的很像韩国人，金家没有了，哪里有笑脸那么长？他们讲我像泰国人就有啦。酒喝了就是伤身体，对，酒如果你喝多了就是伤身，如果你喝一点点呢就是养身，这正常的啦，一点点的酒对你的身体是好的，不要讲喝到要生要死那种啦，第二天头痛然后又吐那种就另外讲啦，我们那种一点点一天喝那一点点东西所以 OK 了。为什么你不喜欢红酒的？我有喝红酒的啊，我没有讲不喜欢啊，而且我喝红酒一定要配 cheese， 配牛排，一流，真的是 perfect match 来的。我有喝啊，我有喝，只是很少会去喝。白酒也是不错。我上次我去那个 Finland， 我的因为我跟旅行团嘛，我的团友他在 Oslo， 他在那个挪威那边，他有买一个白酒，然后他请我喝，真的很好喝耶，挪威的那个白酒，他的名字叫 EDEL， 我不会念啦，可是真的很好喝，喝了很多杯， 我觉得很不错，过我去 Apple 找不到路，算了咯。泰国华侨，是啦，你讲我是泰国华侨就换华侨啦，介绍红酒，红酒吗？红酒你随便买都是啊，是看你要Australia 的、啊，还是你要甜的、啊，还是你要 light 一点啊，就是比较淡一点啊，还是要 medium 一点啊，都有的。那个你可以试喝的吗？你去到 restaurant 比较高级的 restaurant， 他们都会开给你试喝的，所以你喝了你觉得 OK 啊，你就选那一瓶哦，你都 OK 的，没有问题。我就比较喜欢 normal 的啦，就是。normal 就可以了，不要甜的就 OK， 因为我不喜欢喝甜的酒。有没有茅台？我不知道耶，我不知道刚才那个是茅台还是高粱酒耶。茅台，哦 ，sorry， 茅台好像是中国是吗？那个我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我不知道。看你比喝酒还刺激，有没有？你是哪里的人？我是马来西亚的人哦。飞机杯怎样用的哦？你问你弟弟，他会跟你讲怎样用的。喝啤酒会好的吗？啤酒当然是不好啦，啤酒喝了会肥啊，整个人肥肥肿肿啊，所以我不建议。好想看看你生气发脾气的时候，有耶，刚才咯，刚才有发一下脾气啦，过下 OK 了咯。青岛啤酒 OK 啊，青岛啤酒我喝过 OK 咯 ，normal 咯。嗨，我是新来的 Chia Cheng Wei，Hello， 你好，欢迎。茅台很烈，对，因为茅台。跟高粱一样吧，他们都是适合天气比较冷的地方喝的，不适合我们这种这么热的国家喝的。如果你这么热的国家喝，你一定要加水加冰，不然的话
很不适合，对你身体会造成大伤害。这个拜六礼拜号码有没有政治？不知道哦，你买啦，9580啊，6767啊，我也问你买。嗯，身材真棒，谢谢。挪威的烟熏鱼超好吃，你上次去试过怎样？我觉得好吃。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北欧的东西都好吃，好吃过 Switzerland 的。我不知道 Switzerland 是我跟错团啊，还是那边的东西就是这么咸。真的，Switzerland 给我的印象真的不是很好。瑞士，我是说瑞士真的不是很好，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个国家。不要喝那么多，声音变了。我不是神经病，我是讲太多话了。每次都这样的，你有喝 XO 吗？没有，我没有喝，我只是喝 Whisky。茅台要超过30年才好喝，好啦，30年过我才喝咯。30年过后，我只不过才51岁罢了嘛，还可以喝的，我会记得你这句话的。百威，你喝过吗？没有哎。还没醉过，我醉过而且丢脸，不要提哦，不要提哦。那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啊，跟你讲，想到都超级丢脸。我第一次来捧场，Stanley Wong，谢谢你，谢谢，给你看锁骨，请问你是给那边的人包过去的吗？很明显不是啦，我自己给钱呢，我还需要人家包我咩？我是自己付钱跟旅行团去的，而且我还带我弟弟去。你几岁？不要再问我了啦，讲到我都不好意思再讲骗话。你姐是不是叫韩冰？不是啦，很笨哦，很笨。韩冰不是那个拍香港戏的咩？You got drink champagne? No，没有，很少。想认识你可以吗？可以啊，你从这个直播你就可以认识到我的脾气是有多么不好。很美，真人，谢谢。样子不一样了，变得更美了，谢谢你啊，开心呢。很好玩呐、啊，什么东西很好玩呐、啊？18岁，我妈想我18岁，可是我讲不出哎。Can I kiss your lipstick？唱歌的，我没有唱歌。醉酒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哎，那个不要讲了啦，丢脸了，想到我都丢脸了，我不敢讲了。Hello, Patrick, Hi，晚安了，明天做工，Steven 去，OK，晚安，拜拜。Can explain why less drink champagne？就是不喜欢喝咯。就不喜欢喝罢了咯，没有其他原因啊，就不喜欢喝罢了。美女，给个微信号呗，我的微信号已经写在下面了，我的留言下面你可以看得到，都有在下面了。你30了，我没有啦，我看你样子像有点老爸吗？我23岁，没有30岁呢。我脾气好的会让你幸福，你让多了啊，就是会忍不了的啦。有没有再给25好喝？Hibiki 30也好喝，Hibiki 30真的好喝，我喝过，我在有没有再给厂那边喝过，真的好喝。只会喝酒，什么都不会。我除了会喝酒，我还会讲话。我除了还会讲话，我还会去旅行，我还会自己付钱去旅行，我还会自己赚钱呢。
VIP 券，你好美，谢谢。哎呦，爽到我！怎么有色狼？哪里有我啊？我是笑起来很猥琐吧嘛？可是我不是色狼诶。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Dance, please. No, no way. 玩一下这个。诶，看不到。OK，试一下这个。很美哦，这个美吗？哎呦，美呀！好无聊哎，我玩一下这个啊，你们忍耐一下，我玩一下吧。哇，这个让我皮肤够美哦。这个是闪闪的，这个是眼镜的，这个是……我记得有一个是印度人的诶。这不美啊，这 normal 吧，还给我化浓妆，哇哦，丑到！这喵喵，喵，无聊诶，等下我玩其他啊，这个可爱。这很可爱诶。哦，我看你们全部要睡觉了。好玩呢，这个没有什么机会玩，只有在 live 的时候可以玩。这不要，这无聊诶。2018，你又是玩鸟喽？这什么来着？借降血。哇老，够好笑，笑死我！OK 啦，不要玩了啦，无聊死。OK，了你三个问题，你都还没回答我。Sean Chow，你再问我一次，我没有看到，因为刚好我在玩那个 sticker。OK。你再问我一次，before 我关我的 live，然后我再回答你，OK？今天没有跟律师 video chat，没有诶，他没有在吗？还有在，他一定讲啊，他一定写 pull me pull me pull me，他现在没有吗？没有，是不是没有拉哈啦？没有特地找他，不然他很 funny，他很 cute 的咯，我觉得哈。你一点都不美，我知道我一点都不美呀、啊，而且我还像泰国人妖呢。来，我唱歌给你听，好啊。感觉你的眉毛一边粗一边细，哟，这个你看到的。我的眉毛真的这个粗了，这个细的，我就画不好来，因为我没学过化妆的。啊，算了算了，讲到就好笑。你的眉毛自己画的吗？对，我的眉毛自己画的，画不美。而且我眉毛红，这样放没有画的话啦，它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粗，一个细，很难画到 balance 的眉毛。我每天看到哦，他们的眉毛很美，我都很羡慕的咯。扑咪扑咪，哈哈哈哈哈！你是很喜欢谁的？扑咪扑咪，哈哈哈哈！你是哪里人？我不是说了是大马人喽。How much you spend in Europe？我 follow tour 的一个人19000，一个人19000。然后呢，加嘛，我在那边买一大堆巧克力，买一点点纪念品，全部加差不多5000块。5000块就大概是20多千那一个人，
大概是20多千，不过是20多千那一个人，我请我弟弟去嘛，所以就比较贵咯，差不多花了我50千这样啊，50千。这么早也想给人家 KO 有没？左眼，这个啊，没有嘞，哪里有 ？OK 嘞，你喜欢吃肉骨茶吗？我超喜欢吃肉骨茶的，超级喜欢肉骨茶的。没有出息啊，整齐出息，真的，这表粗这表细，是专业的就看得出。这个眉毛是 fail 的，这个眉毛超级糟糕。你这里很多那些马来人搞笑你的，没有啦，马来人都没有 hit 我的啦，我也没有 hit 他们的嘛。参加活动找你可以吗？参加什么活动？我很少出去哦，还是不要好了。你的生活是我的梦想，我做到狗这样，你没有看到不了吗？我可以做你弟弟吗？当然是不可以啦，有一个要照顾都行了咯。不要一直弄头发，乱了不美。就是因为乱了，我才要去弄整齐嘛。哪里的肉骨茶好吃？当然是巴生呢，Klang 的肉骨茶是最好吃的。你住 Eco Park，怎么你这样都知道了？为什么你这样都知道了？我真的是很奇怪耶。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你，谢谢，你的妆不错，加油，谢谢，我吃了小谢谢，我不知道讲什么，你的卧蚕很美，谢谢，哇哦，一次过这么多人称赞我 ，Your lips so beautiful and romantic, oh, thank you。几时有去云顶赌狼吧？我没有去云顶赌博的啦，我都是玩上网的，玩博哥罢了。顺便是学习一下，有免费的，也有要给钱的。Of course，你要赢多一点的奖金，你就是要给报名费啦。不会讲，还不是讲你进200块就自己输掉200块，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比赛来的，然后它是讲你进一个可能50块马币的报名费，50块马币的报名费，然后。你就输到完那都是50块马币罢了，你不会讲要一直你加钱，没有这种事情的。他都是50块报名费，然后给你有机会赢到可能2000块呀，可能1000块马币啊，类似是这样子的游戏。我不是玩那种兴嘎懂残啊，进200块输200块，不是这样的。他的报名费200块就是200块罢了。就是200块罢了，他没有要你再加钱是什么？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赛，所以我很喜欢玩这种比赛。你们要知道哪里玩吗？博哥，你们直接微信我，我教你怎么 install，真的超好玩的。你单身吗？我单身了好多年了，每次都有人问我，然后我回答了，对，我单身。然后他们就会说讲骗话。我就算了咯，我都不要再讲了咯。趣闻没心境，我呢从秀眉开始，然后就从直眉那个 6D 的，到现在去柔眉都做不好我的眉毛，一直拖到乱七八糟，我都不要做了，我宁愿自己画咯。你觉得你美吗？我觉得还可以啦，还可以啦，没有讲很美啦，不过还可以。你可以不要那么有气质漂亮吗，女生？我是绝对没有气质的，我没有气质，我只是有一点点漂亮罢了，没有气质。可是我幽默，这个不是小心的眉吗？我很 sad 嘞，你这样讲我，先进去纹眉，去纹过了，弄过了，不能的。我眉毛很奇怪，还一个高一个低的，所以很难。拜拜，去打机了，拜拜，好接。你傻傻这样的，我不是傻傻，我是幽默啦。你不去，怎么不去找一个陪伴呢？我要找的陪伴，很难找到，因为通常。好的男人都是有女朋友了的，所以很难找到。我就再看呢，随缘呢，没有关系的。反正我又不是等着人家养我，对不对？你有减肥的吗？有啦，我有减肥耶，只是现在肥了一点点罢了。
你赢过多少钱？嗯，我嘞上个月，哎，没有没有，这个月 December 这一个月哈，我在这个 Natural Eight 这边，我只是参加比赛罢了，我赢了大概13千马币，13千。加起来啦，全部这样加起来，我有拿过一次第一名嘛？加起来13千马币，这一个月吧啦，算成绩还 OK 啦，13千 OK 啦，你很长气哦，你就不露手是不是？我好男人没有女朋友，是咩？哇，haven't sleep 哦，haven't sleep。我每次都是半夜 sleep，你真的不平凡的，地表最美，谢谢，我知道我不是，sorry，倒下来哦，电话别打我，一点都不气质，伤疤的要死 ，OK，好了，不讲了，我的电话说说了。OK 啦，拜拜啦，你们要买飞机杯就找我了哈，直接微信我，不要 Facebook PM 我，那边会很难回复，直接微信我哦，有什么问题直接微信我，你们想要玩博哥就直接微信我，OK，拜拜。